我刚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都崩溃了，我全身瘫软了，一下子坐在地下了。高兴极了，我接着就申请让我也参加，让 Make-A-Wish 帮我实现这个愿望。浩然自从参加了那一天的那个军营活动，他自己我觉得也长大了，他对军人很向往。我也和他说，他这一辈子这一天终身难忘。我真的在这里很感谢这个 Make-A-Wish 给我们浩然和全家这一次机会。让我们今生难忘，终生难忘。谢谢，谢谢，很感谢。